请打开补充讲义学人编的补充讲义第一页。那么在《大智度论》呢里面呢说到，说呢舍利弗的弟子，那有一个弟子啊叫做楼平州比丘，持戒精进呢。那么到记录当中呢，去乞食，一天出去了偷空钵了，第二天也偷空钵，那么乃至到第六天都没有得到饮食，那么第七日啊，这个命在不久啊。到第七天了都没吃饭呢，这有同参道友呢看到这种情况啊，就慈悲赶快啊出去偷钵，偷了饮食呢，把饮食要拿给这个罗平州比丘，那么拿给他呢，饮食一拿出来，忽然空中啊有这个鸟过来的，被鸟咬走了。当时呢，舍利弗啊就告诉目犍连，目犍，赶快，你有大神力啊，守护这个饮食啊，使令呢他能够得到啊。当时呢，目犍连尊者啊就带着饮食啊，要给他吃。那么正要吃的时候，饮食向着口啊就变成泥巴了。这时候呢，舍利弗。还舍利弗，赶快去乞食，也一样啊，拿给他吃，一拿给他的时候，那嘴巴闭起来，怎么也打不开。到最后面呢，佛来了，佛来了就拿着饮食，以佛的福德啊，无量因缘的缘故呢，所以呢，罗平州比丘就吃到饮食了。没有饿死啊，佛的福德是无量的，吃了饮食之后呢，这比丘啊心生欢喜，对世尊呢就倍加恭敬，佛就告诉这比丘说呢，说比丘有为之法皆是苦相啊，有为法。就是因缘法造作出来的，都是呢无常败坏的，无常故苦啊，苦所以当中呢是无我的。那么这时候呢，佛为他说呢，苦集灭道师弟，当下呢这个比丘呢断除了烦恼，成就阿罗汉道。那么这个罗平州比丘呢，也有他过去的因缘，也有他过去的因缘。他呢，因为过去啊，个性啊，悭贪，有这样的因缘。那么，所以呢，他虽然呢，当了比丘了，来自于啊其他经典当中呢讲到，他也成就阿罗汉了，但是。还是偷不到饮食。讲说呢，这个道理啊，也就是呢，修慧啊，还要修福，还要修福。我们看呢，
佛的福德是无量的因缘呢，佛的福报大，啊，福报圆满，所以呢，能够使令众生呢得益，得利益。那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呢在修道当中呢，当然呢这个甚深意，我们对于诸法实相的理呀，我们一定要了解它。但是呢，但是只是慧呀，还要福。佛呢是福德跟智慧呀两种都圆满的，我们还要修福，修福三宝门中好修福啊。哦，我们呢出家在僧团里面，每天扫扫地，每天厨房里面工作，个人的勤务把它做好啊，哦，这个都是为自己修福，为自己培福的。那么僧团给我们的这一份执事呢，工作我们要尽心尽力啊，把它做好，不能够打马虎眼，打马虎眼就修不到福了。啊、哦，虽然也做事情，但修不到福。那么在家居士呢，更是呢，应该要好好的这个护持啊，护持三宝，护持这个道场，哦，道场当中去啊，扫扫地啊，啊、哦，除除草，哦，打扫环境，都是修福啊，都修福，哦。点点滴滴啊，为自己啊累积着福德。所以呢，在修道当中呢，我们不但要修慧，也要修福的，要修福。好，那么这是呢，在说明之前呢，跟大家互相的策励，修道就是要福德跟智慧这两种啊，我们都要去做，去修。接着呢，我们看着这个讲义，补充讲义的第一页，我们呢在前面，总的来说就是属于第四课，正式这个经文。那么在正式经文当中呢，首先呢，我们呢引用的，我们和尚呢的补充资料里面，于天台来讲这个无从玄义的道理。那接着呢，这个无从玄义讲过之后呢，那翻译的罗什大师的列传呢，也我们也大略啊介绍过，接着要入文开始来说明，而古德啊所解释的有三种不同呢，我们就根据啊我们现在的这个诵戒的本质，哦。诵戒本质，依靠啊极光律师的，他们所主张的，啊、哦、所主张。那么尔时卢舍那佛为此大众内开百千恒河沙不可说，啊、哦、法门种心地如毛头许，从这个地方开始。那么在《幻王经》的科判这个科判表。幻王经菩萨戒本的科判表呢，那么整个幻王经上下卷呢，就分成了三大科，啊、哦，这一处幻光花起分，第二正式法门分，第三呢流通意识分，在第三页的地方流通意识分就分成三大科，啊、哦，那么这一处的幻光花起分呢？它是属于上卷，卷上的部分，啊，接着呢，在第二的正式法门分里面呢，它分成了两科，丙一呢是挪说心地法，第二是假宣菩萨戒，啊，那么在是挪说心地法当中，它分成了三科，丁一问答标明，第二。正说意趣，这属于卷上的部分。那么第三呢，护足红船，以下呢为卷下，属于卷下，乃今所明者含戒本也。啊、哦，是我们现在所要说明的，包含呢，那个戒本四众十八亲戒的情形。
那就是护主红船，啊，护主红船。那么护主红船呢，我们看着。在解释护主红船之前呢，我们先翻到第三页，第三页，第三页的这个地方呢，在以前的学人科判里面呢，第四大科呢，正式经文呢，它分成了两科两个段落，这一处解行次第，第二呢，一文四义。一文四义，在一文四义当中才解释了那个护主红船的科开下来的科。那么为什么呢？要有解行次第呢？这个解行次第啊，也就是呢，一前面的五重行义当中所讲的。那么在受菩萨戒当中呢，要解，你要能够呢了解呀、这本源心地。真如本性，那么接着呢，从性德而升起修德呢，发菩提心呢，是菩萨戒。接着呢，那么入菩萨行，就修菩萨行，所以呢，在解行次第里面呢，大概有这样的意思，有这样的意思。那么文当中呢，我们录制呢，弘光的全集里面，那么有一个。有一章叫圆觉本起章，圆觉本起就是从最初了解圆觉之性呢，而本起就是最初发起修行的因，了解这个圆觉性，发菩提心呢，修菩萨行。所以底下呢就分成三科来说明。最初了缘觉性，那么了缘觉性，缘觉的本性。什么叫缘觉？缘就是呢满足周备的意思。此外呢，更没有一个法，这叫缘。觉呢，就是悉明明照，无著呢分别念想，觉。所以呢，在起信论当中讲到所缘觉义者为心体离念，离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变，法界一向即是如来平等法身呢，依此法身呢说明本觉。这个觉也就指的本觉，就是无人真如本性来讲，它是圆满周遍的。这缘觉的本性要了解它，接着呢，才称性呢而发菩提心呢，所以第二段呢，发菩提心。那么悟了缘觉的本性呢，那就称性而发菩提心。所谓的上求无上菩提，下化呢无边众生。因为呢，诸佛所证呢，就是我们众生所迷的。但肯修行呢，没有一个不成佛的，所以我们呢要上求佛道。又者呢，众生跟我们呢都是呢同一个体型，所以呢众生的苦就是无人之苦，众生之乐就是我们之乐，菩萨的乐，所以要下化众生呢共成佛道，发菩提心。要发起菩提心呢，然后呢受菩萨的三句境界，接着呢第三呢要修菩萨行，也就是说呢发了大菩提心呢，受了菩萨戒之后呢，必定要依愿来修，依自己所发的愿而来修习这六度万恨，乘性而修，修无修相，成熟众生呢，净佛国土，如同呢我们的菩萨戒下见当中呢寄颂里面所讲的，菩萨所应学所应做，应当次第学，
于邪于无邪，物生分别想，是名第一道，亦名摩诃眼呢。是大乘的修法啊。所以呢，大类呢就是分成这三段呢而来说明。首先呢，我们看着第四页的初了缘觉性。那么四大非我，五蕴皆空。五蕴皆空，空并一空，了然自觉，圣凡相异，异者不争，生活体同，同其增减，依此悟解，终实无数，然堪发心，学菩萨恨，故华严云，不能了自心，因何知正道？必由颠倒慧增长一切恶。那么四大非我，五蕴皆空。这四大，讲四大实在啊，当中包含了五蕴。因为呢，不跟第二句重复啊，所以讲四大。那么四大当中呢，没有一个我性啊，没有一个我性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在五蕴当中呢，没有我们所执着的我性是没有的。不但呢，五蕴当中没有我，那么就着五蕴呢，每一蕴也都是因缘生的，都是当体即空的。空并一空，了然自觉。那么四大五蕴空呢，能观空的智慧啊，也要空处。所以呢，执空的病呢也空处了。因为你在执着有能观的智呢，那还是属于病。所以说呢，空病一空，执空的病呢也空处。因为呢，如如智就是如如理啊，理智本来啊是不二的，它的体性呢很清楚了然，就是呢自觉，就自觉圣智，真如本性，圣凡相异，异者不真。所以呢，我们对于这个真如，在真如当中呢，我们还有圣人跟凡夫的相状的差异啊，有圣有凡啊，有所谓的在禅真如，有出禅的真如，这样呢，有这样的差异啊，那就还不彻底啊。因为呢，在顿教当中呢，烦恼的禅如本来是空的，本来就是无所有的。众生跟佛呢体性呢完全相同，既然相同，这当中呢难道有增有减？这真如呢在圣人的份上呢不增加一点点呢，在凡夫位当中也未尝呢减少一些些。华严经当中所讲心佛及众生呢是三无差别，平等不二的。所以呢，依此悟解，终实无数，然堪发心，学菩萨恨。所以依此而能够觉悟理解，促进能够顺离乘性而修行的话，终实无数。终就成佛的心跟最初的发菩提心呢，那是没有两样的。在《涅槃经》当中所讲的花心毕竟呢恶不变，发心初发心跟毕竟究竟成佛的心本来没有差别的，所以呢，如此的话就堪可发起大菩提心，修菩萨恨。
这方面呢，因《华严经》的记诵呢来证明。所以呢，在《华严经》当中讲到说，不能了知心，云何知正道？必有颠倒会，增长一切恶。不能了自性，不能通达了解我们的自性本性啊，这真如本性，云何知正道啊？怎么能够了知真正呢修行之道呢？这意思啊，就是要我们能够乘性起修，全修合性。了解我们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呢，与诸佛是无二无别的。这个真常的佛性呢，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。了解的，那么乘性而发菩提心，乘性来修行。那么全修而合性。所有的修行啊，都是为了显现我们的本性的。这个呢，是真正的修行之道。所以说呢，不能了自心呢，因何知正道？必由颠倒慧啊，增长一切恶。颠倒慧，也就是呢，假使不能够了达自心本性的话，所有的见解都是属于颠倒慧。众人先说呢，因缘无生，或讲六度，我空、法空都不免呢，为倒、为颠倒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不能够了达我们的自心本性的话，那就心外解法。你所理解的是在离心之外所有的，这个呢叫做邪，障疑啊、顿悟心地的宗旨啊，所以增长一切恶。六祖大师所讲的说呢，不是本性学法无益啊，你又不能够认识呢我们本有的真如本性啊，学法无益，也就是说呢。你所学的都是心外啊，见有法可得、可证啊，但还不是真正的，还不是究竟的。所以第一个要了缘觉的本性，要了达缘觉的本性。接着第二，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，那么既悟缘觉，则堪发大心为万恨本，然有心体、心相、心德。言心体者，大悲、大智、大愿三种心事。大愿是种，悲智是悲。愿者要义，要义何时？为发心愿要通达诸法，救度众生。故成悲智。说呢，既然了悟缘觉的本性是众生跟佛是平等不二的，在我们众生份上呢是各个不无，那这样呢就堪可发起大菩提心，而作为万行的万恨的根本。依菩提心呢，而才能够进取这六度十波罗蜜。所以呢，在华严经当中呢，普慧菩萨他呢向普贤菩萨发问了200个问题，普贤菩萨呢就一个问题回答10个答案，就是回答2000个答案啊。那么问第一呢，说呢，何等为菩萨一？什么是菩萨所依呢？普贤菩萨就回答：那么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一，一个问题回答10种答案，10个答案。
所以呢，以菩提心为一，恒不忘失故等等的，啊，乃至呢又说呢，若忘失菩提心而修诸善根者，魔所摄持。所以呢，这个六度万恨呢，都是依止菩提心呢而来进取的，而来进取。然有心体、心相、心的这菩提心呢，有体相，有它的功德，菩提心的体、菩提心的相状、菩提心的功德，有这样的分别，啊，这样分别。那么底下呢，接着说呢，说言心体者，这一段呢是类说，啊，约略来说，后面就分开啊，啊，来解释它。言心体者，讲到菩提心的体，它的内容，也就是大悲、大智、大愿，啊，这三种心事。大悲呢是利他。大智大愿呢是自利呀，啊，有的自利利他，就是菩提心的内涵。所以讲啊，菩提心等以大悲为由，大智为光，大愿为智，啊，光照法界。那么大愿呢是总，大愿呢是总体，悲跟智呢是悲相。那么愿，愿是什么？叫好药，希望欲啊，就是一种内心的希望啊。要欲何事？所好药，内心所希望的是什么事呢？为花心愿要通达诸法，救度众生，故成悲智。菩萨的花心呢，啊，就是希望好药啊。第一个。通达一切诸佛之法，则诸法实相的妙理，中道第一地。这是呢成就智力啊，是属于大智。再来呢，以及要救拔一切苦难的众生，这是属于大悲。所以说，故成悲智啊，故成悲智。清凉国师呢，在呢细述菩提心的要义当中讲到啊，说呢大智者，大智的情形，也就是说呢，凡事想要发心，首先应当呢以智慧观察我们这一念心，什么呢是菩提心的体呢？哦，一观察就了知呢，智心等诸佛心。心佛众生呢，三如慈悲，哦，那么如此的心体，也就是菩提心。所以呢，我这个心呢，我这念心空无一相呢，但是万德本寂呀，体觉百灰如清净的月轮，正当呢十五日圆满，没有缺欠的。但是呢，要乌云呢障蔽的，那就看不到月亮了，哦，要是呢这个长风呢吹来的时候呢，这个云一下子散开了，哦，就皎然看到了明月了，啊，心也如是的，本来是圆满清净的遍照法界，也就是菩提，就是觉。那么体性当中呢，它是呢没有生，没有灭，是呢缘起啊，缘无助的烦恼及两种的生死啊。但是呢，烦恼的乌云呢要覆盖了，那就无所觉了了。般若波罗蜜的慈悲之风呢，把这些烦恼呢给除去了。真心呢，本来啊就是清净的，啊，修行呢，但是呢，佛法当中，但是有除意法，没有增明法，除意遮蔽烦恼的遮蔽，好，我的执着，法的执着，有种种的执着呢，
该乎我们本性的清净，光明罢了。啊，所以说呢，真心本来就是清净呢，也不是新生的，不是另外得到的。那么就以这一种智慧呢，了达众生跟我们都是同体的，那就感慨啊，众生呢在迷惑当中，所以因此就升起大悲，要救拔，大悲救拔。心虽然本来是清净的，但是呢无明现起的长时间的轮回呀，该护的很多的种种的我的执着、法的执着啊，各式各样的烦恼，所以呢，要广泛呢、发起大愿心，要发心呢，修习六度万恨，接着呢，行愿相持，就好像车子的两个轮，也好像呢鸟的两只翅膀一样的，行愿恨愿相知呢。那必定有所到达，有所到达。所以呢，以大愿的缘故啊，悲智常住相续啊，无助的欢恨万恨呢，自然成就了。那么，因此当中呢，以大愿为它的主体，为它的主体。那么悲智两轮呢？互相的引导，由愿引导行，由行而去成就这个愿，那就是无住之行。以此相对来显明，也就是呢行愿互相的扶持，互相扶持。所以呢这三种心呢，大愿、大悲、大智，这三种心呢，没有无德不赦，没有什么功德不收摄的，就收摄了所有的功德，从最初的施助乃至于最终的无上菩提若因若果，都不离这三种愿行，大愿、大悲、大智。此讲心体，菩提心的体。底下呢就引证呢其性论的文，是故论云：信成就发心者，内所三种，一者执心正念真如法故，即是大智，无所执着；二者身心要修一切诸善行故，即是大愿，为四弘等对四谛故；三者大悲心救护一切苦众生故。因此之故呢，在大乘起信论当中说到，信成就发心者，信成就这实信满心入初住位的时候，初住位初发心住，最初啊发菩提心，因为起信论当中讲圆教位的，讲圆教位的，说信满入住呢，初住位初发心住。在起修论当中讲到啊，修行呢经过一万劫，信心成就了，修了一万劫啊，信心成就，实信满心呢、一万劫。好，那么在偈里面的解释呢，说呢讲到呢经一万劫信心成就，说顿根精进的即此啊，最差的时间呢，即此一万劫。要立根的人，他不精进，或者立根的人精进，这两种呢，结束都不决定的，不决定。顿根精进呢，最晚最晚一万劫，信心成就。那顿根又加上不精进，那就无量劫了。一万劫，那就无量劫。所以呢。修行当中要精进啊，勤能补拙啊，说我根基差没关系，都用功啊，都用功。说立根顿根在唯识的观念怎么样，都欣喜叫做立根啊。你都不读都不看不学啊，怎么会立呢？
这个立根呢是熏习来的，阿赖耶识的种子经常串习啊，说这个我不知道，我听不懂，你多听啊，听久了就听懂了嘛。哦，你后来懂的时候，是因为你前面呢努力的栽培啊，努力栽培善根的，哦，啊，听不懂就不听了，永远是钝根啊，钝中之钝啊，啊，就一定要透过学习，哦，所以我们不要有自卑感啊，我根基差，啊，我是劣根性的，啊，自己讲劣根性的就可以懒惰懈怠啊，这不行，劣根性那就是自己没有发心啊。真的要发心，所以呢，要顿根的精进的话，最晚最晚一万劫信心成就了，信成就发心，发心发菩提心啊。那时候有三种，大略来讲有三种的情况，发菩提心的内涵，一者执心，配合观经里面就是自诚心。哦，观经里面发三种心呢，啊，上品的，哦，发三种心。第一个就是自诚心，就是执心。什么叫执心？正念真如法故。正念真如法，也就是说呢，你的心呢，圆圆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不来不去，不依不异，那是最正直的，哦，不偏离空，不偏离有。最正直的，最正直，叫正念真如法故。即是大智啊，沿着中道第一地，无所执着，远离有无一一种种对立的差别。这是执行，执行。二者身心，身心就要修一切诸善行故。身心呢，就是好要修习一切诸善行故，也就大愿，为四弘等四弘誓愿，对四谛而发的。这前面我们说过了，啊，说过。第三呢，大悲心，在观经当中就是回向发愿心，观经里面的第二个心也是身心，啊，第三回向发愿心。他就是大悲心呐，啊，大悲心，救护一切苦众生故啊，悲就是拔苦，啊，三界普度啊，没有冤亲的缘故，那么能够使令他们呢得到无上菩提的果，这当中悲当然呢也是给予以乐的心，也是具足有的，所以也有大慈的，啊，慈跟悲啊两个都是呢。连在一起的，啊，这个苦拔除了，当然就得到乐了，啊，得到乐，也就是慈的意思了。接着，心想者，所发之心要无分歧，为曰悲愿，则大悲尽度众生，大愿尽修诸行。曰大智念真如，则上无菩提可求，下无众生可度，中无万恨可修。菩提心的相状，菩提心的相状呢，所发起的心呢，要无分取呀，啊，完全没有界分，没有期限的，啊，没有期限的。那么就着大悲大愿来讲的话。那么大悲呢，就是尽度众生，完全穷尽呢，要度脱一切呢，所有的众生之类，哦，如意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取涅槃。在华严经呢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，参到这个修舍优婆夷这个菩萨。这个修舍优婆夷啊，他就为啊善财童子啊开始说呢，说呢，你要知道啊，菩萨不单单呢为调一个众生的缘故发菩提心的，哦，而不是我呢发菩提心，我为了我母亲，为了我父亲发菩提心，这个心呢太小了啊，哦，所谓的境界呢也太为狭窄了。
乃至呢为调伏不可说佛刹成数众生故，而发菩提心，为度一切众生呢尽无疑故而发菩提心。所以说呢，大悲要尽度众生，大愿的话呢，要尽修诸行。所有的行门呢，法门无量誓愿学呀，要发大愿的，尽修一切所有的行门，所有的行门，因为啊，众生呢无边呐，根基啊无量啊，菩萨要度化众生呢，啊，学无量的法门，要记住呢种种的善巧方便呢，再来，约大智。就着大智来讲，念真如，思维观察，中道第一谛，诸法实相的妙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上无菩提可求啊，下呢没有众生可度啊，这完全呢，依理性上来说啊，平等真法界啊，无佛无众生啊，中间呢。没有万恨可修啊，称性的修行，修的当下就是无修啊，度的当下就是没有度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本来没有众生啊，众生都是涅槃相啊。《金刚经》所讲啊，度一切众生，而没有一个众生得灭度的，因为本来啊，众生呢就是涅槃呢。诸法从本来，常知即灭相啊。所以众生呢，基本上啊，就是涅槃相。度众生，没有众生可度的，修呢，没有什么可以修的，所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修的当下呢，就是无修，称性的修行就是如此啊。基本上来讲，就是显化我们的本性而已。所以说呢，曰大智念真如，上无菩提可求，下无众生可度啊，中无万恨可修，都是称为理性的。好，接着心功德者，讲到菩提心的功德，若依善发心，一念之德过于虚空，诸佛同赞啊。都劫不尽，故善财欢离童子、罗汉、推敬沙弥，虽始终不殊而先心难移，是以弥勒222欲广显功能，恳欠善财在其妙的。所以呢，假使依上陀所说的道理，而发起真正的大菩提心呢，那么一念的功德啊。要过于虚空，虚空是完空啊，虚空呢，生在我们大觉海当中呢，就好像呢，海当中一个小水泡，小水泡。了解缘觉本性呢，是周遍呢整个法界的，依此而发菩提心呢，所有的功德就是法界的功德啊。所以要超过虚空的，诸佛同赞啊，共同来赞叹，都劫也不能穷尽。所以呢，在《华严经》当中呢，《花心功德品》里面，以100个大的譬喻呢，来较量菩提心。所有的功德呢，而不及菩提心的少分。华心功德品寄送里面这么说呢，说呢，所说种种众譬喻，无有能及菩提心，以诸三世人种准，皆从发心而得生，发心无碍，无其限，欲求其量不可得，一切自智是必成，所有众生皆永度，发心广大等虚空生。诸功德同法界，所行普遍如无异，永离众浊佛平等。
所行普遍呢，普遍一切，如火是没有两样的，永远离开所有的执着呢，跟佛也是平等的，这是讲呢兜结，赞叹呢诸佛同赞兜结不尽的见性。所以呢，善友藩篱童子，这个善友藩篱童子就是五十三参里面呢第五位善知识，弥伽大士，善财童子啊，去参访这个善知识啊，在经文里面讲了，说尔时弥伽，弥伽大士呢就告诉善财说了，善男子。如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，你发了吗？善财童子就说了：“喂，是啊，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。”这时候呢，弥伽菩萨呢，他一这么听到，赶快从狮子座下来，对着善财童子啊五体投地，然后呢，用金银花、无价的宝珠呢。还有呢，上庙的碎末旃檀，种种的衣啊，就洒在啊善财童子的身上，用衣啊覆盖他的身上，顶礼之后，然后供养，然后站起来赞叹他，其实这里所讲的善友藩篱童子，他发起菩提心而已啊。罗汉推进沙弥，这我们呢之前讲过了《大智度》里面的故事啊，有阿罗汉呢信仰一个沙弥，有一天在路上走啊，沙弥啊为罗汉的师父啊担着衣钵跟着后面走，忽然发起了菩提心，这佛是那么功德庄严啊，他自己发心要成佛度化众生，发起这菩提心呢，这师父阿罗汉呢有他心通啊，知道他心里面所想的。发了菩提心呢，不得了啊！那么就转过来说：“来，衣钵给我，我拿，你走到前面。阿罗汉的师父跟着后面走啊。等一下呢，他又想啊，这佛道长远，众生难度啊。我看了，我还是先成就二乘佛好了。一退心呢，这阿罗汉的师父呢，也知道他退心了，来，衣钵拿着，跟着我后面走。一发菩提心呢，这阿罗汉的功德就不及他了，所以要请沙弥啊在前面走，自己担着衣钵跟着后面，就是你所讲的罗汉呢推进沙弥，所以始终不熟而先行难矣。虽然前面说呢花心毕竟恶不别，但是先行呢，前面的发菩提心呢比较困难的。在《涅槃经》里面说呢，花心毕竟恶不别，如是恶心呢，先心难，自为得度先度他，故我敬礼出花心，所以我礼敬，恭敬礼拜这个出发菩提心的菩萨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是以弥勒220亿广显功能。在八十华严第七十八卷之末，那么善财童子参到弥勒菩萨的地方，弥勒菩萨用222个譬喻来广泛显示菩提心的功能利用啊，222个譬喻，我们说呢，一个功德用十种譬喻来赞叹他，说哇，这个功德殊胜。我们看呢，弥勒菩萨用222个譬喻哦，所以这菩提心呢，这个功德殊胜了。在79卷呢开始，弥勒菩萨就恳劝善财再去庙的，再回去啊亲近了文殊菩萨，因为参到弥勒菩萨最后面呢等爵位啦。等结位，等结位呢？参了弥勒菩萨完了，所证的跟等觉等，以诸佛等呢？等觉就等于正觉呀，叫等觉，差一级而已。这个时候，弥勒菩萨告诉善财啊，
你还要回去参你老师啊，哦，妙德，这妙吉祥菩萨，就文殊菩萨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究竟的心跟最初，因为呢，善财童子从最初呢，文殊菩萨的地方发菩提心呢，的根本性，那开始参观善知识，好，现在到弥勒菩萨叫究竟的心，要回去参文殊菩萨，就究竟的心跟最初所发的菩提心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清凉国师解释说呢，弃文殊之妙智呢，宛然是初心，最初的发菩提心。表示呢，究竟正德，而不离最初的发心的时候所相信的那缘觉本性。在古德的解释啊，就是呢，再回去啊，见文殊菩萨的时候呢，叫做知照无二相啊，知跟照啊，知照无二相。所以经文里面呢，它的义理包含呢甚深哦，哦甚深。当然我们知道啊，文殊菩萨就遥远的伸着手啊，摸了这个善财童子的顶啊，乖孩子啊，先不要回来，还有一餐没有餐呢 你要去参呢、这个普贤菩萨啊，所以最后啊参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呢就以四大愿王。导归极乐，到最后面呢，就是呢四大愿王到极乐世界成佛最快了，啊，劝呢华藏海会啊41位法身大士呢，啊，都啊要化缘到极乐世界去的，啊，这我们之前讲弥陀要解的时候都有讲到的，这华严经当中呢归宗结顶的地方，就是四大愿王导归极乐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再说明呢，第三呢，修菩萨恨，修菩萨恨，说既发心当修诸行，然对上了悟，即是依理而修；对上发心，即是以行酬愿；然是佛法，即之于心，非向外求，非属他宝。说呢，既然已经呢发了菩提心呢，接着就应当呢，要修学啊一切的行门，所有的行门不超出三学六度十波罗蜜。那么由于呢有这个愿心，这菩提心的引导，这个实修，所以呢，善财童子啊，他参访。所有的善知识啊，在每一个善知识呢见到的时候，都说呢，我已经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，而为之呢，菩萨因何学菩萨恨呢？修菩萨道啊，《金刚经》当中呢，须菩提他也请问世尊呢，怎么呢修菩萨恨呢？说呢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因因何住？因何降伏其心？怎么修行的？说呢，然而对上了悟，相对于上面呢，你能够了悟缘觉的本性呢，那也就是乘性而修，依理而起修的。最主要呢，这个地方呢，所谓的开眼解起言行，开眼解，然后起言行，重新起修，对上发心，相对上头的发起大菩提心，这个修菩萨行呢，也就是以行酬愿。用行，实际的行动，
而来筹对呢，你前面的发菩提心，也就是以行善而填印海。你既然有那么崇高的理想嘛，那你就好好去做啊，好好做。要悲智双运啊，悲智双运。那么难思佛法，难可心思意心所啊心思口意的佛法，集之一心，就在一心当中，非向外求啊。前面所讲，如果是一心中呢，方便勤庄严。在一真如心当中升起两种的方便，净观察是理方便，这是智慧庄严。持戒是方便，是属于功德庄严。功德庄严。所以呢，这很要紧啊，会属他宝，不是向外求的。啊，所有的造作啊，潜心起修，潜修合性，在修的当下，就是性德的表现，一分一分的开显我们本性的功德，会属他宝。多闻呢不做，就是属他宝啊。所以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《问明品》里面所讲，譬如贫穷人，日夜属他宝啊，自无半钱分，多闻亦如是啊，只是听啊而不做，就是属他宝。所以要发起这个菩萨行，实际上是求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讲完呢，接着我们就可以看着第二的随文解释，在第九页的地方，我们就根据前面的分科，第九页呢，第二倒数第上头属于第二啦，第二随文解释，随文解释。那么属于呢前面的科里面呢，就是丁山的护主红船，前面所讲的护主红船。护主红船之下分两科，乌一舍挪护主，乌二呢释迦红船。那么所谓的护主红船，就是舍挪来护主红船，就释迦来红船。在这一处第一科之下又分两科，己一劫是护主，己二幻光护主。好，接着呢我们翻过来第十页的地方，第十页乌一的舍挪护主分二呢，己一劫是护主，总结来指示呢护主于诸佛转我所说。我们呢看这个文，尔时卢舍农佛为之大众裂开百千恒河沙不可说法门中，心地如毛陀许，是过去一切佛已说，未来佛当说，现在佛今说，三世菩萨一切当学今学，我以百劫修行是心地，号无为卢舍罗，如诸我转我所说，于一切众生开心地道。在直解极光历史直解当中这么解释说呢，此举能说贤所说之法也。说呢，这一段是举出能说者卢舍那佛，而来显示呢所说的心地法，心地法门品，这个法叫心地法门品。尔时卢舍那佛，这尔时两个字呢，承上所说三十心十地已经时也。尔时是哪个时候呢？也就是说呢，承者上卷当中所说三十心十地啊，已经说完的那个时候叫做尔时。说完的那个时候，卢舍那佛，也就是能说报佛也，能说法的报身佛。
那么修因感报，故名为报。男子报身有自有他，自报即理智如如身，他报即相好无谨身，是此报身名为如是那佛。那么修因感报，修因圆满呢，所感得的果报、叫做报身。然而这个报身呢，有自受用报，有他受用报。自受用报、也就是理智如如身，理也就是所观的境，智是能观的智啊，能观的、那么理智不二如如之身，也就是呢，入金刚预定呢，断除一切维系所知还有烦恼障，成就无上菩提，叫理智如如身，自受用报。他受用报呢，也就是相好无尽之身，微尘相海身呢、加倍啊地上菩萨所现的。是此报身，这个地方的如是那佛就是讲第二种他受用报身，名为如是那佛。华严经中所说毗卢遮那佛即如是那佛，幻云如是那花园净满，净者无住究竟，二时永亡，以诸幻净尽故，满者三觉果满。华严经当中呢所说的毗卢遮那佛跟如是那佛是相同的、它是不分的，一样。幻语啊叫做呢如是那佛，华严中文呢叫做净满，换成中文叫净满。这个净也就是说呢，无住就净，无住的烦恼就净净除了。而两种的生死分段跟变异，两种的生死也永远则熄灭了。以诸幻净净故，因为所有的过患呢完全清净窘净了，穷尽了，叫净。满呢就三觉果满，自觉觉他觉行圆满。那么又者如是那佛叫光明遍照，也叫光明遍照。那么照照有两种的意义，第一个内以智光照真法界，用智慧之光而能够照了一真法界，这是呢耶自受用身来说的。第二呢，外以身光照应大机显现的，照应大机这是菩萨迦叶登地的菩萨，这个是耶他受用身来说。那么为此大众，这个大众指呢千花上的佛，这千佛还有千百亿世家。按上卷当中呢讲到说，当时呢释迦牟尼佛请接呢此世界的大众还归莲花台藏啊，拜见了如是那佛。所以呢由此可以了知呢，不单单只是千佛，还有千百亿释迦佛，这个大众就包含了千释迦、千百释迦。内开百千恒河沙，不可说法门中心地如毛陀许。那么在文里面说呢，不可说法门等者。那么华严经当中呢，欧神奇品，欧神奇品，新王菩萨呢问佛，云何名欧神奇，乃至不可说不可说。新王菩萨请问佛呢，什么叫欧神奇，乃至于什么叫做不可说不可说。印度呢有十种大树，十种大的树木，第一欧神奇，
第二无量，第三无边，第四无等，第五不可数，第六不可称，第七不可思，第八呢不可量，第九不可守，第十呢不可收，不可收。有十个大数，十个大数。那么佛即为说算数，无穷无尽无量法门，积成十种大数而破诸算量。佛就为心王菩萨来解说算数，来譬喻呢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法门呢、啊，积成呢十种的大数呢，而破诸算数的量啊。所有世间的算数都没办法说了，破诸算数的量。今离呢不可说法门中呢，心地啊类说开示啊，如毛头须发也。现在呢在呢无穷无尽呢不可说不可说的法门当中呢，就着心地约略来说明显示指示呢，就如同一毛头须的法门，一毛头须。所以说呢，类开百千恒河沙，就约略来开显，如同百千恒河沙当中的一粒沙，啊，叫毛头许的话，是过去下，是过去一切佛已说，未来佛当说，现在佛今说。这是呢，引果人三世的诸佛。同证同说一切信也，这个法门呢是三世诸佛所同证共同证得共同先说的这心地法门，以此而来劝勉我们要相信诸佛都是同证同说的。三世等者，这三世的菩萨于学当学经学，此引因人，这个呢是引示修因的位人，就是三世的菩萨，同修同学以劝授也，共同来修行呢，共同来学习呢，以劝勉我们诸菩萨呢，也要能够如是的来受持它。愿上所说心地法门，虽如毛头自为自续少许之法，其力极大。三世诸佛所证证持所说说持，三世菩萨所修修持所学学持。原上这是说明上面呢，卢舍罗佛所宣说的心地法门呢，虽然呢如同毛头许、自为自信那么少许的法，但是它的利用啊极其伟大哦，因为呢，三世诸佛所证就是证这个心地，所说也是先说心地法门。三世的菩萨呢，所修就修这个心地法门呢，所学也是学这个心地法门品呢。所以大经云：如有大经见呢，量等三千界，在一尘内啊，若有聪慧人。破尘出精进，利益一切人。如有大精进，大精就是华严经，属于如来出现品里面的第五十一卷的文。说呢，如同有大精进，量等三千界，广大周遍的。在一层内啊，在一个围城当中哦，那么大的境界啊，收摄在小的范围里面呢、啊，小能容大啊。那么大境界比喻啊，真如是周边一切处的，在一层内，在我们众生现前这一念心当中啊。若有聪慧人呢，破尘出精进，利益一切人。
是故呢，诸佛菩萨皆在一为承许的心地法门当中呢，而做大佛事，利益众生的。我以百劫修行是心地者，什么意思？此即己因，以名果也。这就是呢，己出因行而来说明果德。我已经呢百劫修行是心地，号为卢舍罗。这个我已百劫，我就如来八自在的真我，不是凡夫执着五蕴身心的妄我。那么百劫，劫啊，梵语叫劫破，分别十分。在前面呢，我们也数过了，一增一减呢，从十岁到八万四千岁啊，一增一减是一个小节啊，二十个小节一个中节，四个中节一个大节，现在这里讲百劫修行，上卷当中讲呢，百欧僧祇劫，这个地方或者是省内的文，百劫。也就百欧僧祇劫修行这个心地，号为卢舍罗，号为卢舍罗佛，号为卢舍罗者，什么意思？此即呀，即果以名因，这是即出果德来说明呢因行。那么陈上云，一切诸佛三世菩萨所证所说所修所学，既已不易不虚者，我今所修所学所证所说，岂乎虚乎？故云我以百劫修等，可见呢正果本非他因，唯在此心地了。乘着上头所讲的三世一切的诸佛，三世一切的菩萨，他们呢所证所说所修所学的，既然呢不异，没有什么差异，也没有什么虚妄的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今卢舍罗佛，我就指卢舍罗佛，现在呢所修所学所证所说，难道啊又会是虚妄的吗？这是呢卢舍罗佛以自己啊所修正成就的法，而告诉大众啊，使令大众要升起信心，要依靠这心地法门呢，要效仿这样来修正。所以说呢，我以百劫呀修行是心地，可见呢要证得佛果，本来不是其他的因啊，唯在这心地法门呢、而这是罢了，再没有其他的。所修所学所证所说的就是心地法门。接着，汝诸佛子等者，汝诸佛转罗所说。等等的，此乃舍罗持尊告勉千佛转法化身之意。汝诸佛转罗所说，这是呢卢舍罗佛持尊呢，就是世尊呢，慈悲的世尊，告诉呢切勉千佛转法化身，也就是要转法轮呢、要转动这心地法门的法轮来化导众生之意。那么前面呢说法是普遍呢为了大众，现在呢护心地法门呢就特别嘱咐啊千世假这千佛。那么开心地道者，依一切众生开心地道，什么意思？何住云，我与大师的何住说，本源心地一切众生之所共有，但无名障蔽，九成闭塞，今转此法门令得开发，故云开心地道也。
那么我们解释的文呢，就柔和、放往直觉，还有合处，来解释、那个经文。那么欧益大师的合处里面讲啊，一切众生开心力道，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呢，诸佛本源心地啊，这是一切众生之所共有，各个不无。那么是悉灵通达的，但是呢，由于无始劫来啊，忘情惑业啊，这无明的障蔽，久成闭塞啊，长久以来啊，成为闭塞了。现在呀、转此法门，也就是呢，转授、传言这心地大道的法门呢，使人能够开发，能够开畅，豁然呢而显发，把本性呢、本源心地显化出来，所以叫做开心地道，开就是开畅心地的大道啊。好，接着极恶的幻光护主，好，那个极字啊是没有出头的那个极哈，不是乙哈，是己，自己的己。二是莲花台藏世界赫赫天光狮子座上，卢舍那佛幻光，光告千华上佛，持我心地法门品而去，复转为千百世家及其众生，次第说我上心地法门品，汝等受此读诵，依心而行。极光律师的直解解释说：“说尔时莲花下，即依报也。啊，尔时莲花台上世界，这是几处依报所安住的地方。莲花台上世界，这个莲花台上世界呢，也就是《华严经》呢，华藏庄严世界海。这个藏，莲花台藏，这个藏以包含为意。”也就是说呢，由于十方法界啊完全包含在里头，所以叫做莲花台藏世界。赫赫天光狮子座上等等的啊，这底下呢是几出正报也，卢舍那佛。那么赫赫赫赫就炽盛的样子，也就是呢，佛所做的这个狮子座啊，它会放光，这光明啊显著炽盛，犹如天光普照啊。如来说法，魔王外道啊，完全呢归陀降服啦，犹如狮子一吼，百兽啊完全匍匐在地上的。所以呢，佛的座叫做狮子座。所以说，赫赫天光狮子座上，啊，卢舍那佛幻光，舍那幻光呢，显能高胜，而光告千华上佛等等呢，显所高胜也。舍那幻光，卢舍那佛幻光显示呢，出能高速的，啊，卢舍那佛非常的殊胜。光告千华上佛等等呢，是显示所高速的千佛也是殊胜的。如来心地啊，本来解除一切的名言声色，现在呢，想要显示呢心地正法，反过来还是以心光而做佛事，所以说。不以言语来告诉，而以光告，光用光明，正是显示呢护托之事啊，所以说持我等者，这正是持我心地法门品而去，这是正是说明所告诉之词，就是它的内容，它的内容，心地法门品。好，那么我们呢，这一堂课啊，时间到，先讲到这个地方，其余的向下文长，会来自回向。